那个角度是这样的，这边有个刻度尺呢，这个松开可以呢调上来，这个有个角度刻度在这里，那你角度调好了感觉，那你就锁住。是检查砂轮片有没有装紧装好，打个比方，那么装好以后呢，用这个挡板往下面指压扣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么角度调好，角度打个比方是20度、30度，角度调好，这里锁死。好，那么这样放进去，选择你这个钨针的那个直径的孔大小，就这样。那么如果是你想可以调过去一点，那么呢，这个可以左右移动，移到这个砂轮，假如用的时候砂轮片好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先就放进去了啊，可以先取上来，机器先开起来，开起来以后，那么这手慢慢转。这个角度太小，那么你可以调成那个角度上去，就角度就出来了。如果你要是在那个点的话，你就是往调到最里面这个。